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私家侦探嘉诚 Jasper， 今日同大家一起来睇下深鸿基嘅中山项目益翠园，即是眼前见到的呢个楼盘啦。益翠园占地面积大约是520亩，分为五期开发，一至四期已经交楼入住啦。依家卖紧系五 A 期嘅108平方至217平方嘅3至5房单位，之后仲会有五 B、五 C 两期推出，可以看到项目已经建好晒。目前整紧个园林，在今年7月份就可以交楼。项目位于中山东区，由香港过港珠澳大桥，再揸车个零钟就可以到达我哋嘅项目啦。项目周边配套十分之完善，正对面就是紫马岭公园，是广东省最大的郊野公园，占地1327.5亩。紫马岭公园旁边就是中山博览中心，在这里会定期举办大型的展览。最重要的是港澳台政务服务专区就设置在这里，港澳街坊如果需要办理一些各类的业务，5分钟就可以到达这里，是十分之方便的。另外一个便利于香港街坊的就是中港直通巴士了，首先是位于利和商圈的益华车站，这个是很久之前的车站，以往香港街坊就会在这里搭车回香港。在去年的12月份，香港永东集团投资建设的永东车站正式营业，这个车站专门用来营运直通巴士，每日有9班的车次，可以去到香港各区16个主要的交通站点。而去到香港各区，单程车票只需要130元。由我哋嘅项目出发，10分钟嘅车程就可以到达中山站同埋中山北站。喺呢度坐高铁，30分钟就可以到达珠海或者广州。讲到中山北，就不得不提到深茂高铁。深茂高铁一期已经建好通车，二期喺旧年嘅12月份得到批示，今年会动工建设。建成之后，在中山北站经深茂铁路过去深圳就十分便捷。过去深圳还有一条深中通道，2024年即可通车。通车之后由项目出发，揸个零钟就可以到达深圳宝安。项目附近有4大商圈，分别是兴中商圈、利和商圈、假日商圈、远洋商圈。行街吃饭购物都非常之方便，项目附近的教育资源都非常丰富，有5间小学、5间中学同埋2间职业学院，同埋有1间电子科技大学。医疗资源同样咁成熟，附近有2间3甲级嘅医院，分别系中山市人民医院同埋博爱医院。呢度仲系市政府同埋人大嘅所在地。政治地位高，服务便利。睇翻项目，5A期共有6栋，依家主要卖紧36栋、37栋、38栋呢中间嘅3栋，其他3栋已经剩低好少嘅货量。好啦，我哋一齐入楼去探下啦。项目1、2楼打通，造成架空层，高达7.5米嘅高度，保证咗足够嘅空间感，同时采用大理石装修。简单低调又不失高雅大气，现在主要是卖紧144平方、168平方的4房单位，还有217平方的5房单位，3房的单位只剩下少少的货量。如果想了解3房的单位，可以直接 WhatsApp 找我啦，我会 send 啲详细的资料俾你哋睇。咁嚟睇下卖得比较火爆嘅144方嘅4房单位啦。入门睇下，入门右手边即系厨房同埋生活阳台，项目全部都系毛坯交付噶。依家睇到嘅就系交楼标准啦。如果你想带精装，冇问题，只要系揾到我哋咨询睇楼嘅，成交后都会有毛坯装修、二手转售、出租等一系列的售后服务。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对面的住宅，就是这个项目的第4期。
现在已经交付入住了。项目最得意的就是它这个园林的设计，在东区 CBD 的中心位置，还可以做到150米的楼间距和园林景区，可想而知它的成本有多高啦。住在这里，得闲的时候可以坐在阳台跟家人一起聊聊天，望下个远景，听下 music， 哇，简直是人生的享受啊！144方的四房两厅三卫，因为是无坯交楼，所以自由度会比较高。如果嫌房间太多，还可以拣出一间房出来做成功能房使用，比如书房啦、BB 室啦或者娱乐室等。四间房有两间是套房，其中一间是望到远景的，如果在飘窗的位置摆上榻榻米，那就可以轻松地享受园林的悠闲时光。另外一间套房即是望外景的，如果住在高层还可以望到整个紫马岭公园，住在这里随时都可以望到绿色景观，呼吸到新鲜的空气。217平方的户型，最大的卖点呢就是有超大的外景阳台和三面望景，五层以上的话可以直接在阳台上望到整个紫马岭公园和社区园林，而阳台还跟客厅房间相连接，平时在房间里走出来就可以直接欣赏到大自然的美景。好了，今期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可以随时找我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